快炒店小王子来喽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文老师。很主席呢，丢咖喱摩迪瓦平亚，今天青蛙戏呢，又到我们的开心的整人时刻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之前家里有拍一个喝醉酒整我的影片，看这里。那时候呢，哇，我还真的以为他真的喝醉酒了。我一进门，他就突然恍神锵锵的，神志不清的讲一些奇怪的话。大家呢看完这部影片以后，你就可以去看那一部影片。今天我拍的主题呢，跟那部也非常有关联，那就是今天换我来假装喝醉酒来恶整他。我先说哈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没有喝醉过。没有喝醉过是因为我喝酒的频率没有那么高，然后我也知道我本身喝酒是不会有外部上的一些征兆，还比如说我会脸红啊，或者是身体红啊之类的。那今天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啊，我的酒量能够到达哪一个程度，说不定呢我喝一喝可以发现新的领域，哎，我竟然可以喝那么多。那我今天呢准备几罐啤酒跟调酒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又到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，记得开小铃铛，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，跟追踪我们的 IG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那晚一点呢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用，所以呢，嘉宁会过来。那趁他还没过来之前，我赶快来先来喝酒。第一个是这个，那个超商买的，算是一种苹果酒，然后它的浓度也是 4.5%， 不算高。我先喝一口好了。那个酒香淡淡的苹果味哦，这一罐应该很多人有喝过啊，很热门吧这一罐。它的苦涩味其实没有很重，甜的香气呢比较多一点。现在喝的感觉也是比较能够很快的接受，蛮好喝的。再来这一罐，这一罐叫做莫托西，它应该是柠檬口味的。它味道是很舒服的，不会很呛鼻，淡淡的那个柠檬香气。它这个柠檬味很爽口哎，它的甜味还是比苦味多很多，而且它有一点点气泡的感觉，接受度应该很高的。接下来这个呢是近期我们去台北101的随意鸟地方所送给我们的啤酒，它浓度呢也不高啊，5.8%。它主要原料有大麦麦芽、小麦麦芽、啤酒花，罐也很好哦，一口气送我跟嘉宁一共四罐，他们侠力也矮哦。哇，冒泡冒泡冒泡。它这个比较是纯粹的啤酒，所以相较苦味会比较重一点，蛮顺口的。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非常开心的挑战极限时刻，就是来这总共六罐的啤酒哦，挑战看看看能不能全部给它喝大啦。对我本身这个难度哦也是有的，可是我就是想要试试看，人没有极限，你看你要不要挑战。那我先喝这个啤酒好了，哇，很爽哎、欸、哦，这时候呢有一些下酒菜的话会更好。纯喝的话找了一些风味，然后自己喝好无聊哦。喝酒的时刻应该是要跟朋友一起喝的，都没有人陪，好孤单。我其实今天喝的酒浓度已经算很低了，我现在感觉有一点头晕。喝完了，还行，还撑得住。再来。就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零的领域了，有点晕。怎么怎么怎么不行？想睡觉。我觉得我先这样喝，我怕我喝下去呢，真的会我没办法控制我的身体，没办法等到嘉玲之前我就先睡着了，就看我待会怎么样对付他。走路会有点偏移，偏到飞机。这画面怎么感觉是天线？你在干嘛？要解了我。好爽哦，零的空间，快乐是神仙。你在干嘛啦？哇，头在晕。我们喝蛮多的耶。我吃、平常都不喝的，哎、啊、你一喝这样子喝。讲你的心情不好。讲我的心情不好，所以你想到我，所以你才心情不好。不要喝，你确定我？一点点。你们，你们。喝酒喝到
到那个石门水库都放着流啊，放着流压力会更大。知道你很漂亮，钟情人，你很漂亮。爸爸，我等一下抱抱你。你要去哪里？怎么感觉在云端？那为什么你感觉在云端吗？因为你现在开云端分享。我今天要帮你。那你要叫你来爸爸。我要变身虎。啊！来上云端来，坐在这里。你在哪？我在你下面。跟你讲，我喝酒哦，让你怎么知道就是酒鬼对酒鬼哦？啊？好喝再喝，喝到爱情的苦，好苦！你跟我讲什么屁话？我们喝爱情的甜。跟你讲啊，我直接帮你处理，叫九一来。那洋葱会理我吗？洋葱嘞？你在哪这？来了，我在这了，在这。来了，抱着抱着。这是你吗？对，来了。怎么肉那么多？胖了。现在寂寞了吗？啊！这什么凉凉？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凉凉的，对对。甜了，爽没？你有清洗了吗？醒了，再不醒，全身的毛都没了。你的脚毛就没了。哇，我是真的有点晕。哇，没有整理呢，真的自己头晕。还好我有点清醒，不然呢，你就惨了。那有头发吗？有。心跳调起加快了。有，还想要。还想要什么？跟我说，我去帮你做得到。什么？